人生百态皆有不同，酸甜苦辣亦在分享。一个人能有求共生，一天却蕴藏万象。我是张瑶，让我带你去敲开别人的心门，看一个人的一天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。早起一般情况下都是6:30到6点钟起床，开始掌握切菜。天气太冷了，这叔叔给了我个手套。现在是进什么呀？买什么呀？装潢。小时候吧，武汉大革命时期呢，这学习不太好，过去老辈的都是考零分那啥，都是光荣的，16都下乡了。这想着贸易套着下乡的，下乡一直下了2年半乡，16下乡，18都返回下井来了。井下工作脏累，还有危险。你要意识不到的东西，你要是瞅了，你看不好了的，还能有危险。这都看自个儿的，自个儿注意安全呢，他都安全。精通井下一线单位了，一直到退休，孩子没结婚呢，有孩子啥的，这都开始兜着小买。哥，进完货了，这是回菜市场。回菜市场，慢点，再开始卖菜。开始卖菜，慢点。行，嗯。啊，走。像话，这边油菜可劲儿落了吧？哎呀，赶紧的，都啥哪照相呢？你看这给我照吧，我这把这两根破葫芦我来照。这破这个，你真……哎呀，你这图怎么弄白手弄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上中央电视台，你说破这文找你来。啥玩意儿？犯不法？我这犯不法是犯不法。上你搞我们这路上那搞我们上电视台里头，我们这天儿的发现你这谈，发现你这捧场了，真能！我这得的总这瞎得快。这芹菜、油菜、这些萝卜。那新房呢，还得自个儿的那个条件还有稍微好点的，不能说买小点的，反正买的差不多两个也得是80平米，差不多上下差不多少。嗯，你不能买个60平米那个一间吧，它也不像啊。以后他有孩子了也没处住，你稍微大一点呢，他以后有孩子了，他也可以住。开鸡笼园来了。嗯。三爷还走上京处了，哪儿了？没有我啥事儿，没有我啥事儿。我主要是怕我爸他开，他卖菜的嘛。栏目叫一个人的一天。妈，给人弄点。哎呀，孩子，哎呀，你这是陪我做啥？这小吃还是60年的小吃，60年小吃吧。我也不懂得几年的，反正有20-30年的。60年的，有2件的。单啊，给1块钱。好，我是卖粉面的，天天上这来取菜。叔叔，您觉得你现在生活快乐吗？这生活呢，但是说实话，稍微有点累，但是有点也快乐。儿子，你先坐吧，给这一人送钱。哎，我忙呢，我们回家做饭去了。别找我啊！慢点。家庭，我们老两口一天天都去卖去，谈不上烦恼，挺高兴的。儿女们也不是不孝顺，都挺孝顺的。这虽然负担大点啊，这是一方面，实际上呢憋的没啥事。哪个没用了？你这个还跟掉他走啥呀？还打了给他，打，真的。打，没事，你快去赔钱吧，没赔钱不赔下来，到什么总总到我不定哪班都受罪。别给人家，好，这是我整的。谁演的？
而且咱们自由，因为就是咱们自个人买卖，不是说是受管制的，都或管制的买卖，都个人买卖。你接着说了，咱就你说你阴天了，说懒得去，咱不去了。小点就要俩，大点就一个。对的，中了。挺好。还是一个吧。一个这个。一个别找我啊。没事，给你个镜头，没事。我不要，你想要再给我镜头。没事，不用要钱。要不要钱？我还说你侵权呢。2.5块。还给我们钱？给我钱。完了，回家跟我吃饭去。叔叔累吗？这一天，半天。哎呀，半天儿，这说实话呀，反正清静吧是不太清静，也累，说说说么天累了。到家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处所设置的没有考虑到上厕所的这个人的那个考虑，那个厕所也设置了，但是很不方便，因为你这个厕所就是为人服务的，你得让他们能找着啊。这厕所都这小区好，这小区18个厕所是特别不方便。没有18个吗？18个没有完全，反正是挺多。这个清新一些。整袜子干嘛呀？整袜子吃饭来吧，换点的吧。换什么换？他穿上你换个啥？啥换什么换？依然不是你，比如说好不容易找一套，换个你这打的，非得换个那个色儿吧？换啥色儿？因为连我们那代人啊，都是父母介绍的，家里面耳中的，这父母啥都管的。你像你现在年轻那一代呢，都没有说介绍，都是自由恋爱，网上找啊。或者从朋友之间认识的。我操，太多闺女。我们俩也经常介绍的，一见面都撑的，三十多年，我们没吵，没打过架。30多年从来没打过架。不吵架，一般不吵，基本不吵架。说我说小的拌嘴是经常的，有的这个夫妻拌嘴是有的，有些不同意见和拌嘴啊，这就是卖菜，这个酒的菜不太好，这就拌嘴，大的矛盾没有，是不是？感情是说是我们感情挺好，你也很好。咱俩，扣一块钱就行了。吃好喝好啊。祝您幸福。还是还腿会说话的吗？我现在我不要拿老多，要反过钱的这多，点了要2块的了。行了，我吞了太多。我给你了。嫂子，你又要反过钱了？等啥去？还有啥？小点，还有啥？来一碗鱼豆腐。鱼豆腐。要加心的，是要那啥的，小鱼的。不要加心的，还有，还有甜不辣吗？干嘛呢？给你们照相呢？给咱俩。上电视。上电视。你觉得现在人活的怎么才能活得幸福呢？和谐的幸福，家和万事兴嘛。和谐，社会和谐，家庭和谐，国家和谐。哎，你先接。你这个电话等啊，稍等啊。哎，你好。
大，基本上就没离开过这块地方。我这，我靠！啊，曼联这边呢，还是打得风生水起，五个进球呢，除了一个乌龙球，感觉是战死沙场一般的壮烈。既然是一个主持人呢，一般大家感觉说话都应该是特别漂亮，然后呢，形象又特别好，然后一般正襟危坐啊，穿的这个人模狗样的。但是呢，我并不是这么一个人，我骨子里也不是这样的。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能干主持人。